完全 HSK 五级词汇。我的舅舅是一位医生。我的舅舅是一位医生。我每天早上都喜欢喝橘子汁。我每天早上都喜欢喝橘子汁。这份工作具备很高的专业要求。这份工作具备很高的专业要求。这次地震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这次地震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两支队伍将在决赛中对决。两支队伍将在决赛中对决。我绝对支持你的决定。我绝对支持你的决定。他对军事历史非常感兴趣。他对军事历史非常感兴趣。这个城市对外国投资者开放。这个城市对外国投资者开放。喝开水可以帮助消化。喝开水可以帮助消化。他用斧头砍下了一棵树。他用斧头砍下了一棵树。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，不应该看不起任何人。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，不应该看不起任何人。从这件事可见，预防措施非常重要。从这件事可见，预防措施非常重要。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可怕的夜晚。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可怕的夜晚。这个包裹的重量是500克。这个包裹的重量是500克。从客观的角度来看，这个问题并不复杂。从客观的角度来看，这个问题并不复杂。控制情绪是解决冲突的关键。控制情绪是解决冲突的关键。这家餐厅的口味偏辣。这家餐厅的口味偏辣。他总是夸奖别人的成就。他总是夸奖别人的成就。为了满足市场需求，公司决定扩大生产规模。为了满足市场需求，公司决定扩大生产规模。辣椒是很多菜肴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。辣椒是很多菜肴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。